欢迎大家收看睇游戏节目咩玩法。我啲唔係好明白今日點解要穿西裝嘅，因為今日呢個節目係一個奧運會嘅節目嚟噶嘛，大家咪好啦，歡迎我哋嘅咁多位嘅選手啊！大家已經陸陸續續咁樣進場啦。想問咧，大家知唔知道今日係玩乜嘢嘅？奧運，奧運，玩我，玩我。今日奧運常識問答俾在座多謝影相品贊助我哋，除咗影相品贊助，快交資格做緊，咁就點即刻攞攞即刻開始啦！第一回合奧運自選動作 pose。大家應該知道我做咩啦，就係、是、體操。嚇、啊，唔係跳水咩？體操，跳水係要咁樣。好，哎呀死，被捕咗。我呢個女子舉重。半腳嚟㗎，女子舉重。呢、這個應該好啊，可以跳。大盤音耶，因為我哋事不宜遲，玩下一個遊戲啦。港澳代表大盤點，張家朗、吳家朗、歐海翔、張偉雄、李慧詩、譚海林、蔡耀峰、李慧詩、講咗李海欣、陳玉林、莫 Sir。我真係講耶。今日咧，其實頭先嗰啲只係熱身嚟嘅啫。OK， 好，今日我哋氣鬱就係呢個常識問答比賽環節啦。第三回合。奥运智力问答大赛，每一题有四个答案，答班有分，答错唔会扣分，每题要报答一次，答错会自动跳下一题。OK 啦，第一条啦，第一条问题就系今届系第几届奥运咧 ？A 31 ，B 32 ，C 33 ，D 34 届。OK， 不包。34，34系咪？你错。哇，揿唔到，揿唔到，揿唔到。B 32。真係32，我恭喜你32，丟我一分有嘅。好啦，證明啦，包華真係冇温書啊，非常之好。因為佢中意三十四 D。應該係三十四。下一條題目係邊一個國家係獲得最多嘅獎牌嘅咧 ？A 中國 ，B 美國 ，C 俄羅斯。D 係蘇聯。OK。好，第一個司機。A 中國。中國係咪？係咪中國？係。中國你係錯嘅。B 美國。美國，美國啱嘅，丟又兩分 ，OK， 強咯。今屆獎牌咧嘅啲獎牌金屬咧好特別嘅，佢透過一個咧特別嘅回收物去形成啲再生金屬金牌。咁佢係邊一種嘅回收物咧 ？A. 珠寶首飾 ，B. 棄置嘅小型家電啊，舊小型設備啊 ，C. 汽車零件。B 偷步，係偷步咩 ？OK， 放咗。D 以上都未問完，你夠 B。以上加係咪？係。O、okay, K， 你係錯嘅。我自己。B。唔係你答，唔係你答錯啦。B 啊。B 小型電子設備。O K， 司機我翻工俾你啊。O、okay、K。好，下一題。奧運停辦過幾多次？延遲過幾多次咧？一次過計曬齊先錯啊！一二三四 ，A B C D， 自己揀。咁得㗎啦，係咪啊？係啊。C。C 三次。係。第三次啊嘛。OK， 恭喜你啊，丟一分，就係啦。兩次停辦同埋今次延期嘅，咁我係三次嘅。Okay. 好，下一條，下屆奧運喺邊度舉辦呢？A. 柏林 ，B. 巴黎 ，C. 羅馬 ，D. 馬德里。司機 ，B. 巴黎。巴黎 OK， 司機一分，恭喜你。咩鏡㗎？好眼嚟。係係，好眼嚟。喺呢個日本東京奧運入面有幾多個主場館呢 ？A 36 ，B 39 ，C 42 ，D 45。你要咩 size 啊？點做 ？B 39。B 39係錯嘅。好，補答。C。C 係咩啊？42個。真係。好勁喎！你咪偷睇咗題㗎。下一條好簡單嘅啫，香港第一次參加奧運係邊一年？1952年。喂，未滾。喂喂，講得出啊 ！A 1948 ，B 1952 ，C 1956 ，D 1950。喂，唔得。OK。B 1952。1952啱啊，你都正啊，快恭喜你啊真。下一條。OK， 乜嘢係黃曉瑩跳咧 ？A
踏板前空翻180度轉體上條木嘅話上木啊，試試 B 踏板後空翻180度轉體上木 ，C 踏板前270度轉體上木 ，D 踏板前空翻270度轉體落地。邊組 ？C C 踏板前空翻280度轉體上木。你肯定冇讀錯啊嘛，但係答案係錯嘅。林林 A A。OK 啦，終於到啦。OK， 下一條問題啦。今屆香港喺今屆參加咗幾多個奧運項目咧 ？A 十、B 十二、C 十三、D 十五。爸爸，你係咪 C 十三？恭喜你，爸爸。好啦，下一屆下列有邊一個項目香港隊係有參與嘅咧 ？A 男子蝶式 ，B 女子跆拳道 ，C 男子跳馬。D 女子配劍 ，D 女子配劍。O K， 包華非常之快，不過你錯嘅。阿刁 ，C 男子跳馬。男子跳馬應該個個都知啦，咁就參加。恭喜你，阿刁有一分啦。好，下一題，下列邊一個香港隊係冇參與嘅咧 ？O K，A 羽毛球男子雙打 ，B 女子跆拳道 ，C 三項鐵人賽 ，D 空手道。A 是咩啊？雙羽毛球男子雙打，好多羽毛球你見過都係雙打咁多係唔啱嘅。混雙混雙啫嘛，冇男子雙打。冇男雙嘅咩？真係冇男雙。有冇跑啊？好啦，除咗奧運開幕之外，嗱邊一個係7月23日當日嘅新聞呢 ？A 太古城灣仔區封區強檢 ，B 三個食客喺慈雲山食餐食嘢中招。C. Eden 的小孩聲 MV 當日首播 D. BNO 在香港人一月起呢符合五項條件的特別簽證 C. 為什麼是 C 啊我認為是 C 你是不是裝了 Mirror 啊不是啊我記得 我聽收音機有聽到後來我聽了後來等先，等先，佢嗰個嘢咁樣有冇犯規噶 ？OK， 係咪有？係咪有裁判申訴啊？係啊，申訴申訴申訴啊！點解可以咁啊？可唔可以睇翻我？睇翻睇翻申訴成功，我哋靠我乜打分？搞錯啊！邊個香港運動員係左優嘅咧 ？A. 江文蔚 ，B. 張家朗 ，C. 吳家朗 ，D. 謝影雪。D 謝影雪，真係謝影雪，係真係謝影雪啦，我嘅 OK 大哥，邊個 ？A， 江文蔚，江文蔚喎，佢出曬名左右喎，錯曬啦，其實係 B， 仲有得鬥啊，一定唔係 B 啦，你啱啱先打完啊。我哋嘅分數係會加碼嘅，吉祥物咧邊一個答中係會有兩分嘅，咁所以咧可以追翻之前嘅分數啊。好，吉祥物嘅第一題，奧運吉祥物喺歷史上面有幾多隻咧 ？A 24 B 24 C 26 D 30隻。A 26。好嘅，哇真係兩分啦。OK， 好下一題，下列邊一隻唔係奧運吉祥物咧 ？B Wadi。A Ronnie, B Ronnie, C Sam, D Andy。哇，鬼知！點做 ？Sam, Sam, Sam 係錯嘅。點解 ？B Andy， 點解 Andy？ 因為唔知道長乜嘢名，呢個係呢個係偶像名。佢唔夠跟長，偶像佢唔夠跟長。但係仲有好近啊！歷史上面第一隻吉祥物，而另外咧都係啲東澳啊或者其他吉祥物，而 Andy 咧係 JK 吉祥物嚟咯。好下一條啦。雖然唔係奧運獎。好啊，東京奧運吉祥物叫咩名咧 ？A. Miwa Itoa。D 就是 Motor Intora C 就是 Vitorama D 就是 Motorama 沒事啦 OK A 我哪裡都是送的了這個好了真是鬥快的這個答案接下來這個環節呢就是這個關於競技項目的一些題目這個是會依然都有兩分的答案的 OK 首先第一條哪一個是今屆冬奧的新增項目呢 OK 免費 OK 死功夫 B 由老響到啲空手道 B
D 空手道，真空手道，系真空手道 ，OK 啱你有两分嘅 ，OK 恭喜你啊！下一条边一行，好啊，钓鱼已经唔系唔想，我头先真系咁，我发达成上，我明你啊，我明啊，大家冇边一行唔系今届有冇冇有？上上個項目，下一條你冇答啊 ！A 七人欖球 ，D 滑板 ，C 三連三輪球 ，D 係攀石。自己 A 七人欖球 ，C 人欖球啊嘛，恭喜你有兩分嘅。好，下一條啊！邊一項運動係曾經取消咗，今屆再重新加入翻奧運度咧 ？A 沙灘排球 ，B 單手舉重 ，C 高爾夫球 ，D 排球。請做。C 高爾夫球。C 高爾夫球啊嘛 ，OK 可以俾人補答。D 板球，點解係板球嘅？因為我記得係咯。恭喜你哋單手啊！單手舉重係曾經有，但係咧係取消咗，再冇翻過嚟。單手舉重，想睇。男女子合計總共有幾多個競技體操項目咧 ？A 九個 ，B 十四個 ，C 十六個 ，D 十八個。唔扣分噶，我就是如果大家撞所以答错唔扣分啊，如果唔系你冇人答噶啦。C 十六个 ，C 十六个，点解十六个？你点撞出嚟噶？中意十六个又系，我都系纯粹中意嘅啫。答案系错嘅，好答。D 十八个，十八个 ，OK。非常之好啊！全部錯曬，十八個咧係總共嘅體操項目，但係如果競技體操項目咧，只係得十四個啫。我哋要搬走咗嗰啲咩大工廠嗰啲吊帶廠啦。明白。嗱，開始咧呢一個係一啲漢圖式字題嘅，會係每一題答案有三分嘅，咁所以暫時未攞到分嘅 Angel 話有機會追翻上嚟㗎。OK， 第一條，上面呢一個款係屬於邊一類型嘅劍擊面罩咧 ？A 重劍 ，B 背劍 ，C 花劍 ，D 物劍都得。D 以上皆是。以上皆是。OK， 可能冇答錯嘅 ，Angel。C 花劍。OK， 呢條題實在太好啊，都係錯嘅，翻返嚟。好嘅，劍擊係有指定嘅面罩嘅，大家留意一下。OK， 下一個，途中呢份咩運動呢 a 自由體操 ，B 吊環 ，C 平衡木。多咗。都棄權啦。OK， 下一個，準備。C 平衡木。平衡木點解講咧？佢平衡木冇喺度。佢應該係落噶嘛？真係落嘅咩？吊環都可以落。司機同阿吊去搶答。自由體操 A， 自由體操 A 啊嘛，呢個係一個台灣嘅運動員咧，係玩緊單槓嘅時候，好嘢啊！鼓勵唔到啊 ！OK， 嗱，下一條問題，方十二，邊一個係東奧嘅 A B C D？ 我唔講名啦，講俾你知邊個啊 ？D 呢邊要叫咩名？佢叫做哇，我石原里美，哇，你真係知嘅喎，答案。只有三分啊！好下一条，呢一个唔系东奥动漫宣传大使咧，唔系啊，因为日本咧系动漫之国关系咧，佢哋揾咗好多动漫人物咧嚟做呢个动漫即系动漫大使啊。A 咯 ，A 呢只 D 叫咩名字？唔知喎，唔识佢，识佢慢慢走出嚟。即系第一个唔识嘅，所以系错嘅。下一个，佢系地区宣传大使，亦叫地方喵。唔识佢咯。我想食 D， 你覺得悟空唔係專業大師，擺到明功夫噶啦，我好嬲啊！答案係柯南，答案係柯南救雲大師，咁點解蠟筆小新？點解蠟筆小新係？我完全明嘅，係啊！好啦，下一條仲難嘅下一條，我中左一係邊個？哇！左一係楊冠真。C 红针观 D 服啦，系咪有头发嗰个定有剩？有咁多有头发，最长头发。七路，七路系边个名？七路 A B C D， 我红嘅就讲一讲啊。C 啊 ，C 红针观嗱，红针观就系隔篱四眼嗰个书生嚟嘅。好，请问冇得 ？A 杨慧珍系咪？系。哇，历史性啊！系好神在啊！可能漢圖式字題完咗啦，去翻呢一個叫做冷知識嘅題目啦。冷知識題目係我哋最後一個環節噶啦。我哋呢度咧係答啱係會有四分嘅 ，OK 啊，留意一下啦。
好嘅，田徑項目點解要逆時針跑呢 ？A. 影響風速 ，B. 減少身體負荷 ，C. 因為運動員受傷過咧要改制 ，D. 其實一路都係傳統嚟嘅。D. 點解係一路？因為嗰三個都唔似啊！話俾大家聽，其實咧奧運以前真係順時針跑，係因為有啲嘅情況底下係可以逆時針嘅。想答我講兩個答。A. A. 影響風速係咪？係。點解你覺得跑順時針逆時針影響風速會有分別？因為會破紀錄噶嘛，通常順風太多嘅話，呢、okay, 這個答案非常之好啊！根據咧個奧運嘅指引咧，只要如果嗰個嘅人咧心臟通常都係左邊嘅，咁所以如果係順時針跑咧，就會令到心臟咧負荷加大，所以因為咁樣而緣故咧，為咗減少身體負荷咧，就會轉用逆時針跑步啦。我真係估唔到。咩啊？你答 A 嘅。係啊，所以錯咯。錯咯，俾你錯咗。俾你錯曬啦！我死啦！被褫奪最高獎項嘅國家，哇！咩嘢？錯呢個答啊 ！Andrew 唔答得嘅喎，做乜咁激動啊 ？A 中國、B 俄羅斯、C 美國、D 烏克蘭，唔敢答，你唔答得嘅喎。B 俄羅斯，啱咧，求答啱唔啱？有，點會唔敢答啫？好啦，嗱，繼續啦，繼續啦，而呢一個國家。被褫奪嘅 A 四十八連續係你打埋佢啲八四啊，佢估嘅啫，所以大家估啊，知啊，估啊，仲埋個 C 啊，錯嘅，繼續 B 五十 ，B 五十 OK 冇啦，冇答案，答案係四十八啦，知啊，邊一項嘅運動輸咗冇得上訴嘅咧？輸咗 A 射擊 ，B 推圓球 ，C 帆船 ，D 籃球。C 翻船點解？揸翻轉頭啊！如果輸咗，即係上訴成功。你好似啱，我真係冇乜事。我丟好犀利啦，帶咗好遠啦。OK， 我仲幾條問題啊，大家上之後去追翻啦。下一條，今屆有邊一個國家有跨性別人士做裁判呢 ？A 日本 ，B 泰國 ，C 西班牙 ，D 加拿大。泰國啊！我 send 個泰國出嚟，我預咗啲人做出嚟啊！所以答案一定係錯嘅。下一個 A 日本，日本點解覺得主東道主會派個主辦國咁做啲嘢突出啲咯？好似好有道理，可能啱喎。加拿大，哇！邊一項咧屬於曾經舉辦過嘅奧運項目咧 ？A 手槍決鬥。B 單棍互殴 ，C 跳水滑 ，D 手槍決鬥真係互射，三樣都唔係。D 啊 ，D 呢三樣都唔係。你真係覺得呢三個 set 出嚟可以？一個係有噶，我知道有一個有噶。錯嘅，唔好答。就 B 啦。B 單棍互殴。係啊。哇！呢個史奇尼好嘢喎，但係答案都係錯。即係 C 應該係 A 啦。應該係 A 係咪 ？A 在你覺得咧？我出咗啦，就諗住跳水點樣玩，點樣唱歌好啦，我哋呢一個奧運嘅問答遊戲環節咧，應該係跳水就好啦。我恭喜大家捱過咗呢個三個問題嘅最後遊戲階段啦。咁你計埋我哋咧，仲話計翻先啊？計咗撈咗啦，係嘛？會啊會啊嚟。結果啦，咁咧首先。英座答啱一題啊，只係得三分。咁啊 ，CK 咧都犀利啦，佢前有咗十分啊。咁而阿包包，唉，佢最尾都係得七分啊，成日答錯問題啊，趕住答問題咁噶啦。而阿雕咧，眾望所歸啊，十七分。不過只係餘一 round 啫，仲有兩 round 未計分啊。大家都睇到頭先我哋問呢個香港運動員環節咧，咁多位嘅參賽者都做得非常之好嘅關係咧，所以喺嗰個環節我經過精密計算，我決定咗係點咧，係打和 OK。所以個重點就係在於大家的自選動作啦。頭先咧經過咗我哋嘅裁判一致裁定咧，我哋係俾呢個女子體重嘅包包咧係獲得體重係嘛？體重係女子體重，女子舉重，女子舉重嘅包包係獲得分嘅。係啊，呢個環節係有十五分嘅。佢女子舉重咧係成功勝出咗係今集嘅奧運問答比賽嘅，恭喜爸爸！咁佢咧就會獲得咧我哋由現
質上嘅殘障嘅花膠一支，同埋我頭先有講過，我哋有咩？有現金獎嘅。我哋就獲得呢個現金100蚊，而入邊係全部都1蚊嘅。好錢，我哋儲咗好耐㗎啦。已經儲好耐，開始啦。全部真金白銀嚟嘅，真係1蚊嚟嘅。好啦，下集嘅 Wave 法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好熱啊，真係。點解要著西裝？玩完呢個奧運比賽之後，有一場嘅，我覺得我好偉大咯，仲係好熱血沸騰啊！香港運動員加油！好冷咯，啲姿勢，冷叫人知識啦，你得啦，我哋打好保真係。咁問你邊度瞓得唔熱血嘅咧？熱血在一路答錯，跟住又答翻啱，又答錯，好刺激。我特登答出啲问题，等佢哋容易答啱啊，所以佢哋先咁高分啫嘛。你真系一个伟人嚟噶，做啦。梗系啦，我做靓猪，我做伟大添啊！你攞咗呢个嘅，我妈妈有啲咁嘅。我妈佢。好得意啊！你好。我哋呢个 game 有咩感想咧？想答我先啊！我好见到啊，咁都唔识答。最中意我最中意系睇女子举重。妈妈妈你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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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分別咧 send 咗 message 俾大家咧，保持大家嘅友好。